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确定可以。卤肉饭一个，然后还有什么？甜不辣一个，然后嘞？就这样。你呢？就这样。所以你点卤肉饭跟甜不辣。我点卤肉饭，你点甜不辣。那饮料要不要？饮料看你要喝什么。我有啦，我有今天来了那这么好，那就不要喝饮料了，就这样点餐。嘟嘟，台湾风盛号，一个卤肉饭，一个甜不辣。甜不辣没有，甜不辣没有。收机有吗？那这样盐收机，这样就好了，谢谢。这里吃吧，这里吃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子。今天乔林子来到帕亚累吧，新加坡的帕亚累吧 MRT 这边有一个 mall 叫做 PLQ。我今天来到地下室跟朋友吃饭，我今天来吃台湾的丰盛号。好，这是我们的号码牌，等一下号码震动了之后呢，我们的餐点就会可以好了，就可以去拿了。我们今天点一个卤肉饭跟一个盐酥鸡，对，现在总共两个人是12.8块。噔噔，我们的卤肉饭咸酥鸡来了，噔噔，好可爱哦，近拍一下。卤肉饭有加肉松、小黄瓜，还有一颗蛋。然后这个是咸酥鸡，底下有一些青菜这样子。那我们开吃了。这个是咸酥鸡，这个是咸酥鸡，吃给大家看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